Beauty Mode 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杨乃文。我比较偏好冬天跟冷天，对，所以我的衣橱里头有很多大衣，对，而且现在住的地方其实根本就放不下去，所以我有一半的大衣都在行李箱里面。然后就不知道，我就很喜欢大衣，而且我很喜欢秋冬的时候可以穿很多层衣服。我有皮革的东西，但是我多半都是比较毛毛的。我喜欢毛毛的，其实我都喜欢的，我喜欢大衣。大衣就是皮革的毛毛的，然后一般就是一般不一样的布料我都喜欢。对，但是我还蛮不忍心那种动物被杀害，因为做成毛毛的衣服，所以我每次买毛毛衣服的时候都希望它是假的，而且都会先去问。对，通常好像如果是真的话我应该不会买，这样有点奇怪，我知道。我喜欢假毛，人造就可以了。没有，我觉得人造毛很漂亮，而且比较多种，我不需要真毛在身上，真的不需要。